就是黑暗女王的勇士。不要我！谁在那里？这个物品还在冷却中。这是起点，苏醒是终点。凡人，没有人能进入我天将军团，会化身为死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，解决整个世界。他太远了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你找到了这里，因为你是这个盲目的诅咒世界中少数具有天赋的人。看穿覆盖于迷雾之下的世界，这骚动是怎么回事？真正力量的覆盖，擅闯世界，我需要目标。我亲自动手，你的罪就是你，都是无可比免的。我没有目标。
感谢老天，你终于到了，英雄们。奥格林之锤已经离开，现在快去破天者号。如果你动作够快，还有机会赶上他们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这样就行了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由衷感谢你们，在你们抵达之前，我们只能孤军奋战。乌拉丁正准备登上破天者号，我们会确保此地的安全，直到你们准备起飞。是，移动岗位。哟，保重。发动引擎，小伙子们，我们即将面对命运了。坐稳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船员，拿我的望远镜来。我自个儿的胡子啊，部落航行的像着火一样快。闪避飞行，握紧配枪。马力不足，懦弱的前锋狗，向烧火偷袭我们！兄弟姐妹们，向前冲！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搞什么鬼？我需要靠近你，拿下这艘铁龙堡之子的船舰。叫我不要战斗！我不知道你以为自己是谁，先生。我要去跟阿萨斯算账，好狗不挡路，发射所有火炮，开火，开火！幸运星，想要吗？祝我们的朋友好运。那我们走吧，快点！每个你杀死的部落士兵，每条死去的联盟狗，都让巫妖王的军队随之增长。此时此刻，华尔奇都还在把你们倒下的同伴复活成天谴军，事情将会变得更糟糕。来吧，尝尝巫妖王他所赐予我的力量。一个兽人单枪匹马就想对抗联盟的力量，冲啊！矮人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那里面是什么？那边靠近了。士兵们，列队！看来部落打算再试一次。别逼我动手，兽人，我们不能让你通过。在你身后躺着我唯一的儿子，没有任何事能阻挡我去找他。我办不到。我
回到你的船上去，我们就饶你一命。退下，穆拉丁，让这个悲伤的父亲过去。这样的仁慈，我感谢你，陛下。我那时并不在愤怒之门，但幸存的士兵告诉我事情发生的经过。你的儿子英勇而光荣地作战，他死得像个英雄，也值得一个英雄的葬礼。为什么在哭？没什么，陛下，我只是替吴王感到骄傲。穆拉丁，守住甲板，并且让士兵准备攻击城塞的上层。我会从暴风城派出另一批援军。立刻就办，陛下。准备上攻是吗？以圣光之名，传送器可以运作了。我可以感觉到巫妖王的视线注视着我们。他太远了，玩耍时间。一般的毒气云，我没有目标。这可不是普通的毒气云。
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需要靠近。他太远了，愚蠢的凡人，你以为我们会如此轻易被击败？萨兰一族是巫妖王的永恒士兵，现在你将面对他们联合的力量，复活吧，兄弟们，摧毁我们的敌人！纳克萨尔不过是一点小挫折，有了宝珠的力量，瓦拉纳尔终将复仇。我需要靠近。血流遍地，大王陛下，他们来了。你做了一个不明智的选择。但是，我们如此
契合。十字军的兄弟们，维库人会以生命保护冰霜之后，死在这里都比替那个疯子芬克斯坦收集材料好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闲聊说笑，为了什么？是吧？命令他们必往大厅推进。他太远了。你或许能和我并肩作战，克罗克，但你现在不过是个叛徒。来吧，你的第二次死亡就在眼前。他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了，我们一定要尽快解决他。愚蠢的克罗科，你带着我的援军来了，苏醒吧，银白勇士们，以死亡之躯服侍巫妖王吧！这些可悲的蠢货，永远也没办法选出像样的蝙蝠翅膀。我去吸引他的攻击，把我们的兄弟送回他们的墓地里，然后帮我解决他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来吧，天谴克星。我会让主人。我需要先选你是最配得上勇士的头衔。我会留下，并且向提里奥报告我们的进展。你们一定要入侵者已经屠灭了克罗小丑，加把劲，英雄们！我重生了，只要留下骨头，我没有目标。邪恶生物安眠的力量，你在对抗天谴军团的战争中付出够多了，愿圣光拥抱你。靠近冰霜之后，快阻止他们。在距离范围内，我需要靠近你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他太远了。背包已满。哎呀，太多
唱。开会啦！我不在具体范围内。你们真是够蠢了，才会来到此地。被猎鲸的冰冷寒风将吞噬你们的灵魂。现在是绝望的感受，活出无限的力量吧。咕噜我的朋友还有很多生意做。再见，再见。赏你一个痛快，阿萨斯，怎么说都比数以万计被你折磨到死的人来得好。你将会最先体验到，当我完成的时候，你会祈求我给你一个痛快，而我会拒绝。你的痛苦哀嚎将会是我无穷力量的见证。就这样吧，勇士们，进攻！我会让你活着见证到最后，伏地。我不会希望伤亡最伟大的勇士。我还不能使用这个武器。这个可悲的世界，如何以为将你从那些深处一直冻结起来，直到你只剩下一个冰冷的躯壳？没有问题，尚未解答。没有任何怀疑，你们就是艾泽拉斯最伟大的勇士。你们克服了每一个我所设下的考验，我最强大的仆人们都在你们不屈不挠的猛攻中倒下，在你们奔放的怒火之中。你们的原动力真的是正义感吗？我很怀疑。他们被你训练得不错，伏地。你把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战力送到我的手中，正如我所愿。你将因为这无心献祭而获得奖赏。现在就看着我把他们从王者中召回，成为天谴军团的战将。他们将会用混乱和毁灭覆盖这个世界。艾泽拉斯将会在他们手中灭亡，而你会是第一个死者。我喜欢这种讽刺感。啊！圣光，请赐予我最后的祝福，给我足够的力量。
粉碎这些束缚。不会再有生命被你的仇恨所吞噬。终于自由了，结束了，我的儿子。清算的时刻到了，起身吧，圣光的勇士们。他太远了，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父亲，都结束了吗？都结束了。没有国王能永久统治乌尔。我只看见一片黑暗。天谴军团只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更大的威胁，必须维持控制。巫妖王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。此沉重的负担只能由我来肩负，因为没有其他人。提奥，你的手中掌握的是一个严酷的命运，兄弟，但这不属于你一个人的。国王尔，圣光在上，龙躯的火焰决定了我的命运，生者的世界已经再也无法慰藉我。把王冠放在我头上，提利奥，我将永远的成为受诅咒者的狱卒。不，老友，我不能做就是了。提利奥，你和这些勇敢的英雄们都有自己的天命要达成，这最后的使命由我来效劳。没有人会忘记你的牺牲，兄弟。我必须被遗忘，提里奥。如果想要让这个世界免于暴政的恐惧，他们绝对不能知道今天这里所发生的一切。国王尔夫塔根也跟他一起死了。现在走吧，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永远不要回来。